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back to Global AI Conference 2023, towards an open AI ecology. Let us hear more expert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mmunication industry. 各位来宾，我们今天下午的会议正式开始。To start with, let me introduce to you Mr. Zeno He, Omniverse Lead of NVIDIA China, who will explain to us why he regards generative AI as the AI's iPhone moment, and how NVIDIA Omniverse is rooting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physical worlds. 首先，我们有请来自英伟达公司的何展先生带来题为生成式 AI 的 iPhone 时刻，英伟达 Omniverse 让人工智能的未来在物理上扎根的主题分享，有请。大家下午好，因为在我们广州，我就用中文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今天下午准备分享的内容。我来自英伟达中国啊，负责这个 Omniverse 平台。那刚刚主持人非常精彩的这个开场也介绍了我们在生成式 AI 给大家一起去准备去分享的方向和内容。那这句话其实是在年初啊，我们创始人Jensen 在某一次会上分享的。那我们现在到了 AI 的 iPhone 时刻，那我们现在呢也想和大家去分享我们在生成式 AI 的技术和应用啊这个角度，我们如何看人工智能的未来，也是今天的副标题，就是人工智能的未来，我们希望它在物理上扎根。今天呢有三部分的内容和大家去分享啊。第一个是和大家去分享我们如何看生成式人工智能，甚至是和大家去分享我们怎么如何去定义它，如何去看它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有哪些。那我们怎么去定义我们未来的一些应用帮助到我们的企业。那第二个部分是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生成式 AI 的技术和方案，最后和大家去带来最新的一些产品的应用。我们看第一个部分啊，这两张图非常开心的和大家去分享啊。首先看到了左边的这张图，大家看左边的这张图，大家都会是在这个行业内的，在电信行业啊，我们的智能手机里面会有很多的非常非常爆款的应用。那我们着重看左边这两个啊，第一个是其实来自我们本土，我们的抖音，包括到海外的 TikTok 啊，它呢在花了13个月啊，获得了我们超过1亿的用户的这个时间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实际上去年11月30号我们 OpenAI 发布的 ChatGPT， 大家看它用了2个月时间达到了这个门槛。所以这两款应用其实上是代表了 AI 的两个不同的发展的时代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工作带来了非常多的这个惊喜，这是第一个我们想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例子。那第二个呢，实际上在右面，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专家领导还有同事们同行们是不是也用过这样的工具啊，它叫 Stable Diffusion 啊，它的整个社区也已经达到了1000万的用户啊，其实也包括我本人自己啊，其实也还包括我们家里的小朋友啊，其实它都在今天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数量。所以总结一下啊，生成式 AI 我们觉得它堪比 AI 的 iPhone 时刻，未来这样的产品会越来越多。那这里再给大家分享啊，我们看到的过去的5年里，我们在生成式 AI 上全球对于这样的初创型公司的投资超过了120亿美金，在科研学术界它的相关的论文发表超过了6000篇啊。那我们一一给大家看一下都有哪些的应用已经发布了。首先我们看我们的
很好的多年的合作伙伴啊 ，Adobe 公司做的啊，新发布的 Firefly， 大家可以看到，通过文字的输入就可以生成对应图片语义文字语义的背景。我们的开发者合作伙伴 Move AI， 它可以通过生成式 AI 的技术生成大家可以难以分辨的人类的动画，我们的 behavior 啊行动。我们再看，这是 Viscom， 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客户。大家都知道，车的造型设计都可能会涉及到很多复杂的设计工具。那在今天，可以通过文字就可以生成即将未来在几年里啊发布的新型车的这种造型设计。最后一个，实际上就是你有了这样的生成式 AI 工具，可以通过对于视频后期的制作啊风格化的设计，通过 AI 来去实现。这就是生成式 AI 在今天已经实现的一些内容。为什么是生成式 AI？ 啊，这张图我很高兴地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用过的无论是对话式的生成式 AI 工具，还是各类的工具，这些工具的诞生仅仅是开始。我们看到，除了文字，我们每天面对的信息是多模态的、多种的。有还有我们的语音、图片、视频啊 ，3D 模型，甚至是 DNA 啊、蛋白啊这些的多模态的信息。所以，其实在现在，我们发现了有一个技术的趋势，或者说某一种技术，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理解并转换这些信息，啊，这个其实就是生成式 AI。那我们的生成式 AI 可以把文本生成文本，也同样可以把左面的这些信息去 AI 生成成右面的信息。所以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计算机的科学技术，可能在未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可能涉及和涉足到未来的多个这个企业应用中，所以这里我们也给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啊，生成式 AI 可能会重构企业业务。下面是一个电源公司做到的这样的一个论断，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的应用里，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文本的生成，我们还有程序的 coding 的生成，甚至是生命科学相关的一些研究，啊，所以总结一下，未来可能真的它能够重构我们很多企业的业务。好，第一个部分分享完之后，和大家再分享一下我们的，啊，在这个生成式 AI 方向上，英伟达储备的一些技术和方案。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不能把全部的技术介绍完，我想去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在这方面储备的，让大家很好理解的一些技术要点。那我们多模态不介绍了，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里边的 Omniverse 平台，它是一个把这些技术都融合的平台。好，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生成式 AI 的全球的生态系统。有了这些，我们的合作伙伴、用户还有平台，能够把我们的生成式 AI 推给大家，让大家更好地使用它。那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实时光线追踪和生成式 AI 融合的技术。那这个项目是我们在2年前我们的 research 机构实现的，大家看到的这一段这个视频是一个老虎在热带雨林里行走的镜头。那它身上有500万根毛发，还我们的科研人员还做了30次的光线的追踪和模拟，折射和反射。这个背后就是光线追踪和生成式 AI 一起融合在一起实现的。啊，也可以看到，未来我们在 5G 甚至未来的 6G 时代，可以达到的这个稳定的帧率啊，这个实际上是其中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啊技术。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计算机图形学可以进步到这样，那我们可不可以通过 AI 生成 3D 模型呢？啊，这里给大家播放一段我们的新的算法，啊，它叫 Neural Engine， 大家手里边可能都有一个自己喜欢的智能手机，我们可以看到，你只要有一部手机，就可以实现下面的算法，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其实生活中未来可能是不是你可以在随时随地拿起你的手机，可以用生成式 AI 的算法来去得到你想要的刚刚看到的 3D 模型。这个 3D 模型我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可编辑的，可以直接转入到 3D 的这些建模软件里使用的文件啊。也欢迎大家多关注我们的发布，那这样的研究也刚刚开始。那我们再看一下，有了 3D 的模型，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把它做到有更多的价值利用？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技术，叫 ChatUSD。我们看一下，我们成立了这样的联盟，联合了我们全球上知名的公司，它叫 OpenUSD 联盟。那 USD 呢，我的比较多的技术内容，今天不用过多的给大家解释。我们想通过一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这段视频大家知道我们生成式 AI 如何去实现数字孪生、数字资产和复杂的 3D 数字世界创建的一些技术门槛的降低，大家看一下。 For USD developers, building, profiling and optimizing large 3D scenes can be a very complex process. ChatUSD is an LLM that's fine-tuned with USD functions and Python USD code snippetsusing NVIDIA AI Workbench and the NeMo framework. This generative AI copilot is easily accessed as an Omniverse Cloud API, simplifying your USD development tasks directly in Omniverse. Use ChatUSD for general knowledge, like to understand the geometry properties of your USD schema, or complete previously tedious, repetitive tasks, like generating code to find and replace materials on specific objects.Or to instantly expose all variants of a USD print. ChatUSD can also help you build complex scenes, such as scaling a scene and organizing it in a certain way in your USD stage. Build bigger, more complex virtual worlds faster than ever with ChatUSD Generative AI for USD workflows. 所以其实这样的复杂的这些设计工作，在以前会有专业人员做到的，在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实现。啊，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发布的一些云端的一些啊生成式 AI 的一些平台啊，比如说我们的 Picasso， 我们可以提供给大家云服务，可以支持你在云端使用这样的工具实现文生图、文生视频。文生可编辑 3D 模型文件的服务，欢迎大家在未来的 5G 时代、6G 时代里使用我们这样的公有云服务。啊，刚刚这个例子也看到了，我们可以通过输入文字生成 Python 脚本代码，然后来实现这样复杂的这些啊生成式 AI 的工作。啊，这里也不一一陈述了啊，我们再看最后一部分。大家可能看到了我们积累的这些技术和一些方案，我想跟大家分享，在今天我们已经和我们的用户在
国际和国内做到的一些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大家看，这是我们基于神经物理学啊实现的我们数字人的啊一些啊 AI 的应用。这是我们的一个世界上不存在的一个数字人类啊，我们使用了 ADMM 这样的算法来去实现它真实的这个毛发系统啊，我们的加速啊，我们的神经学的渲染。我们再看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游戏领域，大家可能都知道，现在手机的游戏、云游戏非常的普遍。那我们在今天可以通过达到这样的效果，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实际上可能是视频嵌入的问题啊，我们就不一一播放了啊。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例子就是大家可能一看就知道啊，就是如果你自己有一个新家，对不对？这样的设计，你可能自己在你的笔记本就可以实现了，只需要你输入你想的想法，文字就可以驱动它墙体的纹理的生成啊，然后我们的这个靠枕、沙发的材质的生成啊，你的这个壁画的生成啊，啊，这是我的同事啊，他也不是设计师啊，为了这个给大家去录制的一段啊，我相信大家未来可以实现更多的这个内容。我们再把这个应用案例转入到更复杂的工厂，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制造业工厂里还能做到哪些生成式 AI 的例子。Planning industrial spaces like factories or warehouses is a long, complex process. Let's see how you can use NVIDIA Omniverse and generative AI to connect your OpenUSD to fast-track planning concepts.Like a storage extension to an existing factory. Use SyncTwin's Omniverse extension to quickly convert a 2D CAD floor plan into a 3D OpenUSD model. And populate it with SimReady OpenUSD assets using Omniverse's AI-enabled deep search. Then use prompts to generate physically accurate lighting options with Blender GPT. Realistic floor materials with Adobe Firefly.And an HDRI Skydome with Blockade Labs. To see the new space in context, compose it on a CZM geospatial plane next to your existing factory digital twin. Then, to share with stakeholders, use one click to publish the proposal to Omniverse Cloud GDN, which serves a fully interactive review experience to any device.Fast track your factory planning process with NVIDIA Omniverse and generative AI. 大家看，其实刚刚最后的一个镜头，大家注意到了，实际这个工厂还没有建完，但是在它创建之前，我们已经通过文字，仅仅是文字的输入，然后借助了这一系列的一些软件的集成和生成式 AI 的技术，就可以把工厂的系列相关的。这个数字孪生实现了啊，所以这个技术在今天也已经实现啊。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和我们的技术专家和我来去联系。好，那最后呢，跟大家去分享一个给我触动比较大的例子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段视频，是我同事录制的。实际上这是一个 3D 的巧克力的兔子融化的过程。这种计算机图形学的模拟，在四五年前可能。世界上只有四五百万人的专业的编程工程师使用专业的编程工具才能实现。在今天呢，大家看到这个录制的视频里，仅仅是我们输入了文字来去驱动它生成这样的 coding 代码，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动画模拟过程。所以用这个例子想告诉大家。我们有了 AI 新的设计工具和算法，啊，人类的语言成为了我们的新的编程语言。刚刚那个例子看到，以前四五百万人能做到的事情，大家想一想，在今天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啊，那我们下一个呢，想要做到的事情是，我们不但有了这样的新的算法和工具，我们想去让它去复合我们物理世界的一些。物理学逻辑，所以我们需要
下一步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强化学习来理解我们的物理行为，并实现我们企业、我们未来个人的一些工作目标。那最后呢，我们可能也会打造我们的互联的人工这个智能系统，以及刚刚提到的我们的虚拟数字世界系统，我们叫 NVIDIA Omniverse。然后在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未来，希望它能够在物理上扎根。啊，也非常欢迎大家去关注 NVIDIA， 关注我们未来发布的一些新的技术，啊，新的应用，和我们一起合作。也未来对我们的电信行业的应用落地，我们希望贡献一份力量。啊，这是我今天的全部演讲啊，谢谢大家。